们到了巴东 beach， 很多比基尼看呢。今天我们到了泰国，我们现在到的就是这个 Phuket， 然后呢，我们要坐，应该是坐船还是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要去到巴东 beach， 我们现在就去巴东 beach。哇，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坐船，对不对？从这里，然后去到那里巴东 beach。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坐船了，然后过去巴东 beach。现在我们要上船了。对，上面有一些太晃，太好了。不会，这就在船上。还在等其他人上船。喂，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巴东 beach 的，现在等着要下船，等着下船。排队，排最后一个比较好。不然排前讲话，觉得我是自言自语。大家好，哈哈。这样跑的啊 ？OK， 外面。我们现在坐的就是这两个，要去巴东。啊，一房了，房了。请安哥，请安哥。是泰国的时间，10点，马来西亚时间11点，然后门还没有开。所以全部在等着，还有3分钟。OK。没有，我们到了泰国了，你看到吗？我觉得它最特别就是它的那电线，就非常的多，看起来感觉很像很危险。可是去过泰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的，好像就特色。觉得来到这边真的是整个文化，整个环境。就是很泰国，喝嘛，肚子，因为就是来这边，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是一定要去，确实也，7-Eleven， 是 ，massage 怎么样？你看有鱼的 massage 你也讲，也可以去，那是 fish spa， 也有它的一些健康的 massage 啊，便宜吧，我这边，马币大概20多块。一个小时，你知道来到泰国啊，你要唱什么歌吗？啊，哪里懂？不懂咩？你是泰国王子哎，你竟然懂？难道是王文字的？你是我心中最闪耀的女孩。我们到了巴东 beach， 很多车，有点危险。就这样拍一幕起来了，我们到了巴东 beach 了。这个很漂亮，这个老虎很漂亮。哎，很漂亮的老虎。我们到了巴东 beach， 好多人啊，很多比基尼看呢。你是我心中最闪耀的女孩。准备进行了吧。王齐飞亚的歌词，我的爱。很多谁慢慢的女孩，你们注意看我的这个方向。
后面又在飞了。看到谁慢慢等来？做这个椅子呢，要给28一个 set。哇，好漂亮！好像在放风筝，其实就真的人在上面。所以其实来到这里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走啊。我们只是来几个小时，其实是不够的。这里真的是很大，很多东西都可以，然后东西也便宜，所以来这边是对的选择。第三天的晚上，看我们这身打扮，你就知道了。我们要去一个叫 Gala Dinner 的晚宴，所以我们现在就过去。第三天的晚上的节目就是 Gala Dinner。OK， 现在我们要去的就是他的 cocktail party。Yes。Okay。So this cocktail party, right? Yeah. Right. Make sure we got it. Oh, make sure we got it.走。Hi, good evening. Welcome. Hi,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i. Thank you for my drinks. What is this? Okay, fruit. This fruit. Beer, sir. Beer.昨天喝了太多酒，今天喝一下 juice 比较好。我去问一下，现在有没有预定的这个人来？要对号入座。对号入座，这个时候就要对号入座。觉得 dinner 有什么特别？应该是 serve 的菜对吧？寒山不知道的，可能有相关的，可能有相关的，在哪里？房间里面吗？啊，那边，这边都是，哦，这边都是，这边都是 vlogger 的 vlogger。明显的，是的，原来听的，原来听的很盛装出席前，然后这边在座的都是 vlogger。不同的 logo 有旅游的，有美妆的 logo， 也有 influencer 在那边。我们转一圈看一下，那我们就变成作者了，主强。第一道前菜。晚餐来啦，今天我们的主餐就是这个龙虾。龙虾，对，这个就是今晚的晚餐。我现在看好不好吃，可是在船上可以极好吃呢。的样子看起来是满分。Disco， 船上 Disco， 来了的。Let's take a look， yeah。哇，他的比赛有一点70年代，他的布Disco， 这个是这个。哇，一个人的舞台。六人的。Tell JK, slow pulling, yeah.